看见了一个帅哥，他樱桃小嘴大腿一摸，上去就对帅哥说，再摸再摸再不再摸，突然出现了一个大汉，八块斧将他腕下蒙面，大汉抱走了我的腰，在牢门抢走了我的刀，光光给我一股老骚，最后拿走了我的钱包，我是真后悔啊，我是真完蛋啊，为什么我的嘴巴呢就是这么贱呐、啊？嘿，来喜欢我的宝贝儿可以关注我哟，多多评论，谢谢。